姐姐聊了一下哈，我们有非常多的食材。昨天我们一起去吃饭的时候，有很多的游客，反正这种味道混合在一起非常的好吃，我还是第一次吃这么大的粽子。第二轮，哎，恭喜这个叫什么来着？恭喜这一名。我们想通过这样方式呢，我们宣传我们融水的食材的一些特点和我们融水这边的一些风土人情。